咕咚，怎么找不到老鼠，还在这边？小北就把它叫出来。嘟嘟在搜寻，你不要搜寻到猫嘿，你搜寻猫干什么？你不要攻击猫，你要去吃老鼠，老鼠在后面，啊，它被你吓到，因为你也有热热的。因为它是用热夹窝感应。那我们人跟猫一定也都有感应。也要看，前有追兵，不，前有什么？前有挡路，后有追兵，前有猫，后有蛇。